很高兴王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道姜黄番茄扁豆饭，它是一个非常营养丰富而且风味美味的这个一道很简单可以料理的全家大小都适合吃的一道扁豆饭。一般我们煮白米饭，我们都知道白米饭的营养价值啊比较有一些缺乏，所以我们要补充一些，像我会准备这个是彩色的扁豆，三色扁豆啊，那扁豆已经是被评定为世界五大健康食物其中之一，它营养非常丰富啊，也非常均衡，所以这很适合全家大小。而且老师常说这个扁豆啊是所有豆类里面不需要浸泡太久，直接烹煮就可以直接食用，很方便又好吃。那另外我们加一点小米或者是小小米或者是藜麦来增加这个我们这个白米饭补充它的营养。那我们会准备一颗番茄啊，还有姜黄粉，还有一小匙的家里的好的植物油。那准备起来我们就是把两杯白米两份，一杯的这个三色豆或者是单独的扁豆，再一杯的这个小米或者是藜麦或者小小米，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倒到电锅啊，我们用这个4杯啊，我们这个米杯的谷类豆类，我们加3杯半左右的水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加一大颗的红番茄或2颗都可以，那它的水分会跑到这个谷类来，所以我们水分稍微少一点才不会煮起来会有一点太湿太稠不好吃哈，所以我们就加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啊泡好的这个米跟扁豆里面。那我们准备这个红番茄大颗的，我们大概一颗，我们把它这个屁股这里把它划一小刀，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煮好啊泡好的这个啊米里面，好，再加上大概2小匙的姜黄粉，好，一般我们姜黄粉大概1匙到2匙中间就可以了，因为啊这样口感会比较适合，再加上大概1大匙的植物油，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植化素啊，包含姜黄，包含番茄红素，它里面都是脂溶性的一些维生素或植化素很丰富，所以加一点油一起煮的时候，它会让这些植化素释出，让我们身体吸收更充足。好，我们就把电锅打开，就这样把它放进去，一样盖起来，打开煮饭的功能。3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吃到一道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的姜黄番茄扁豆饭。好，我们的姜黄番茄扁豆饭也煮好了，我们就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热腾腾的，还在冒烟，怎么样？所以你看，这个番茄也煮透了。啊，你看我们的饭，姜黄饭跟扁豆都煮熟了，扁豆也这样子非常松软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稍微拌一下。好，你看非常松软，有没有？那因为你看哦，老师为什么跟告诉你说4杯米，你要少一点点的水，大概3杯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颗番茄，我们把它剥开，看，哇，它还有这么多汤汁，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这样一起拌进去的时候，才不会太烂，这样就会刚刚好，好、哦、吃起来就会，哎，水分也有，很 juicy， 好、哦，那这样所有的米饭跟这些豆类都会很均匀的吸收到这个番茄汁。那如果各位你想要直接这样吃，好，你可以稍微调味，你可以加一点胡椒粒啦，因为我们现在发现黑胡椒粉跟姜黄在一起会增加姜黄的功效很多倍哦，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盐巴，这样的话你就直接可以吃，又吃到了豆类米饭，又吃到了小米，还有苋子的营养，还有番茄的茄红素，好，还有我们的姜黄，最重要的姜黄素对我们的三高，对我们的减重，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甚至防癌抗癌都非常有功效。好，你看这样就完成了，你看非常松软而且非常香，它有很多层次的香味，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出来。哇，你看，非常健康、美味又营养的姜黄番茄扁豆饭就完成了。